如果北极的冰都融化了，那北极熊会变成什么？会变成什么？熊。如果失火了，你女友跟你妈，你会先救谁？我会先救火。我爸开保时捷，我妈开法拉利。那你开什么？我开玩笑。请问你家还有酒精液吗？没有。我两个都有。你知道李弘毅几班吗？李弘毅几班？戴King。我想把你抱起来。抱起来干嘛？对。你知道易经的妈妈叫什么吗？叫什么？易经荧幕。诗仙李白，诗圣杜甫，那诗王是谁？是谁？辛巴。你知道小鸡在吃饭的时候，母鸡在干嘛吗？在干嘛？母鸡抖。你儿子功课可是数一数二。真的吗？可是数到三就不行了。问你哦，在德国的中国人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刘德华。死掉的肾脏，猜一本小说。猜不到，告诉我。《西游记》。腊肠狗的英文怎么拼？不知道，告诉我。DOG。请用 input 中文造个句。不会，你教我。南无观世音菩萨。我扒了你前女友。二手鲍鱼感觉如何？当我通过前面三公分之后，就跟全新的一样了。川普跌倒会变成什么？不知道，告诉我。三普。川普三点全漏会变成什么？不知道，告诉我。周普。我们这群人中出了一个叛徒。那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我刚刚不是说了，中出了一个叛徒。你知道刚刚为什么母鸡抖吗？不知道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也母鸡抖。你知道我怎么把鸡鸡变成三十公分的吗？让我猜猜，你使用了某种魔法。不，我把它割了一半。我要跟你们说一件事实。2件80，我不会被骗了。今天拍卖3件100。I give the people what they want. We've been trusting 89. I don't rush this, I just bust this. Work my rhythm, take my time. I've been backing down bullies. I got this game by the neck. I got these quarters and counties. We up, just call me collect. Yep.